哎呦喂！安怎？新年哥，拜托，拜托。哦，足疼，你甲我看麦啊。哎呦，你来请假啦？我大姐啦。哦。加加加。哦，那请假安尼啦。系啊，足疼的，佫足酸的。OK。你看麦啊啦，唔是才请假，你看哈，连遮，遮嘛烫伤。也是油烫着。啊，你看麦啊，这两个月来吼，逐工煮啦，照三顿煮呢。啊，这煎鱼啊。炒菜拢嘛去烫着，歹势，辛苦啦，你无法度啊，对无？啊，你是负责煮啦，但是我嘛是爱负责洗碗，也是同款。啊，不过讲真经，我已经想无步啊，要搁煮啥我嘛袂晓煮啊啦。要紧，安尼啦，规矩哦，咱今日卖搁煮啊。卖煮？嗯，我揣去外口食。卖外口食？对。嗯。今晚要哪样去外口食？要紧啦，放心嘛，咱来去较安全所在就好啊。来吃个五星级的大餐。真是的吗？呀！你外口食，你个讲，阮某安尼听着讲外口食，我无欢喜。哦，我无逐工啊，都爱做个腰酸背痛啦。啊，我啊无着露涂骹呢，都爱清洁的人哦。啊，所以讲我唔是遐钝。哟，哦，新年哥，我来啊。你来怎安尼？啊，你怎安全的哟？对啊，是讲穿安尼，敢怪的。哦，即摆外口非常时期啊，啊，我一定爱穿个好势，保护家己啊。紧来，你紧去换衫。没有，我有哪挂一个安尼安全啦吼。好，好，行，来。不，迄边是大门啊，免位啊，咱位后尾门这边才来。哎，位后尾门啊。后尾门遮，嘿，位遮，毋是穿即落型的，你对啊，欺负我歹势。那唔知吼。敢来见位啊，我就歹势。来，请坐。Stop, please. 叫人来讲。这不是要外口吃？对啊，啊，这就是外口啊。无啦，你甲我讲要带阮去五星级饭店吃呢。无啦，不是啊，这就是五星级的那个大餐啊，就是这啊。啊，即马非常时期，即马就袂当出去。啊，你哦，拜托啦，啊，你讲害我穿到安尼。哎，唔免啦，哦，就甲你讲，就我穿到安尼较安全啦。啊，对啦，是。我的天啊！这唔免啦，这哎呦，啊你哪会这搞啦？啊你哪会有这尔济物件好好吃？嗯，啊，但你又唔是唔知啊？啊，我煮一个草地状元啊，你看安尼全世界我熟悉偌济人，对不？啊，咱人大家一段时间拢会惊讲好无人要吃，啊，自然拢会惊惊来啊。所以讲，你看，卡输你也无要插我，无要煮给我吃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世人哦，一直吃不完，大家都无当要吃。嘿嘿，啥款？我主持草地状元哦，1700啦，唔是我咧盖的啦，清清菜菜就穿一桌啊五星级的料理啦，有看无？好啦，我卖阁带臭屁啦。其实呢，会当有这道的好料理啊，拢是爱感谢哦阿茂师啦。那讲到这位阿茂师呢？伊做厨师啊，已经有20年的资历啊，而且呢，伫个大饭店的素食餐厅做主厨嘛有10年啦。这间餐厅不只是全台湾头一间将中港式料理最新素食餐厅，更是呢2018年啊网友评鉴全台5大必吃的素食餐厅哦。即卖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就推出这款在家加热就会当食的料理。予大家咧安心食会到5星级的料理哦。哇，啊，这么侪物件，啊，你什么时阵用的？我哪拢唔知。啊，就你咧困，嗯，迄个时阵哦，哼，你可能知。阿老师，你好，哎，好久不见。过不过来？都过不过来？哇，咱安尼差不多偌久啊？你我吼？哦，这边啊，有没有冷冻啊？大西就是大西啦，我即摆佫接到你寄予我的吼，咱即个料理包安尼吼，哦，足侪种的呢。你寄遮侪来，我是要安怎料理啊？要安怎做啦？你免烦恼啦，这虽然看起来是迄个五星级的料理吼，但是我拢甲你用好啊。你个拢等你电锅啊，是电锅甲吹个烧，哎，调味拢甲调好啊，安尼就当食。遐尔简单哦。哎，遮尔方便，对。安尼好。哎，我就当讲，我讲哦，我煮的料理无好食，煮无好食，就臭肥子。谢谢你啦，西田哥。不客气。
一定很好吃的。煮这个很简单，我想说，当你煮，煮到腰酸背痛，对吧？啊，这规矩，今天这个简单，我来煮。今天换我做大师。哦，安尼爱食看卖啊。系啊，这条你来哦，做简单就会当做大师。我先同一个改名。哦，对啦，食较会济啦。哦，来。哇，你甲看卖咧。啊。咱兜这都伫咧公边啊，安尼吼。嗯。这气氛偌好，空气够好，啊，这有迄气氛，尤其是来暗时啊，安尼来食个这个点咧。哎呦。你看看，五星真是有影五星级的感觉，五星级，嘿，对对对，真的不错。来，这个我最喜欢吃的，烧麦，鲜虾烧麦。啊，对，这五星级的啦，五星级的，我讲买啊。那个我叫狮子头，红烧狮子头。对。哇，啊这里哦，剥皮辣椒笋子鸡。对。嗯。还有这哦。哎，什么？这素的。啊。舒适的啦，舒适的。哎呦，跟那袂算白滚嘞。你食看麦，有够好食的哦。你看，真的是炸排骨，结果是舒适的。哦，食你到地啊，迄敢若袂输亲像肉同款。哦，有好食。比肉更好食。嗯，所以阿范你若是讲哦，要食舒适的啦，还是讲要食这咱这料理包啊？对啊。打电话给阿茂师傅。阿茂师傅啊。哦。阿茂师傅做这料理哦，真正是给人学了来得志啦。尤其是这脆山丝，是阿茂师呢对港式春卷所改良过来，内面呐包一挂笋丝甲菇类，食起来香又搁 Q， 而且呢搁真有营养哦。阿茂师就咧讲，做素的有当时啊伫咧调味啊甲食材顶头啊，会有一挂限制啦。所以讲哦，为着要做出着无肉的港式料理呢，伊是爱全台湾行透透去找在地的食材，不断来试煮甲试食，才有港式料理啊，有了独一无二的全新口感哦。为港式饮茶，用过做寿司的，应该阮算第一间啦。阮是先安尼过来做的。另外一点就是，阮一直在研发新的料理、新的菜色，这伊拢一直持续在做。啊，专心找有机的食材，包括你像料安在地导游哦，这方面的物件，我拢一直持续在使用较好的物件。啊，第三，用这物件来开发新的料理、新的煮的方式，哦，大家食到较无同款。啊，是讲吼，这段疫情的期间啦，吼。啊，对恁敢有啥物影响？注意开放这个三级警戒时阵哦，其实你看，这餐厅是袂当营业的，所以讲公司也开始苦的啊，讲爱随做一个应变，我着随做变动哦，包括阮的料理包哦，啊这段时间甲菜色，阮个变化差不多四倍以上啊。是啦，疫情的关系，因为袂当内用，火餐厅受到真大的打击，所以有真侪业者。会出料理包来变通，虽然也有配送保鲜等等的考验，也不过呢，用较正面的角度去想咧，嘛，让大家有搁较侪发挥创意的机会，甚至呢，来走出到另外一条通路，开创出新的未来哦。吴副总，你好。Hello， 徐天哥好。你好。哇，你们那个料理包哦，很棒哦，你们的料理包。那我现在要麻烦，就是说副总，你来说一下，如果说我们的草地状元的粉丝啊，他想要买，你有什么样的优惠啊？是的，那么我们这次非常感谢草地状元，那么特别呢，我们就针对草地状元的粉丝们，我们提供了一个优惠，那么。只要透过今天的影片连结，那么就可以呢上到我们泰来美食的官方网站。那在这个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线上购物，我们点进去之后，输入我们的优惠代码5430，那么就可以享受到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品项呢。我们只要消费满1000元，就可以折抵100元这样的一个优惠。哇，这样子哦，哇，谢谢。我们草地状元的粉丝们，大家都有听到了，那也谢谢我们副总。好，今天的提供，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。各位朋友，
那介意咱草地状元好物推荐的观众朋友啊，一定爱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咱来做伙熟悉咱台湾在地好物咯。